等一下再拿吧。好。这套子要不给他们套？要，等一下要一起套。那几幅？哦，就这样子哈。好。好。你放在那右边了，不要跟这个参照哦哈。要卷一下，那前面的后面都有名字，不用照，塑胶袋不用照，看那个卷轴的就好了。哦，静林的也有啊。对啊。你们自己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。应该会来吧哈。谁？他来啦，在那边啊。你不转的话哈，弄了半天开展很快。开展。这样就好了。我说 FB 很厉害，一发布全部来，好厉害。你的在哪里？啊，你儿子的素描很多张要有的，都收好了，对，我自己的先收，我再收。对，只要不会掺到。可是冯大哥的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就放着，好，我再带回去。